对，不要摸，你看到对不对？哦，那一只脚受伤了。练习用看的，哪里哪里脚受伤？那一只，不是，那是它的特有的标志记号，那不叫受伤，知道吗？红色的，它有白色上面的，一看就是 OK 绷。那不是 OK 绷，你去问那个阿伯是不是 OK 绷？哼，什么？